哎、欸，他们两个来喽，这个三不个来好，喽，这三个个不来好，喽，这他个们一起来喽，他们一起来喽，下面好，两个，上面一个，挖掉，挖掉，来了，巧克力摔死了，好，你帮我我们这补一里下摔这死个人的，吧。我这里没补一有，下哎、欸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看到有瞬移的特效了，对啊，他他没又有回去这了。个。可惜，要不然刚刚的角度打下去超爽的。嗯哼哼。他应该是飞到一个，然后扔那个。对。哎、欸，主导。主导有来喽。在我们家里面，他上二去零了，他上。二零二零四二零，哈基可以来二吗？零。好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回去了回去了。我手会爆啊！来了来了来了。家里有人来喽，从战神过去了。我回家一下哦，等我一下哦。好。啊，真的。怎么了？打得死吗？打不有死，打不死，有打不死。啊！我来破他盾了，我破他盾了。一拳装应该是有特别弄过，嗯，是了是了，捡他装。我们这核三心应该阶都这没被挖掉，所以哎，中间而已，中间一直给他们。中对，间的还中好，间那因为两个。我们剩200分就赢了，所以中间还好。再稳一我点再吧。去，我再去骚扰，再去骚扰。好，我身上都只有对方的稿子。姐妹来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就守住就好了，守住就好了。我们家的有守着，有，我慢慢在看加家就里，我在看家里。巧克力来喽，可以好，啊。阿基加油。好，经过这里就有这个东西，很爽。巧克力进去了，巧克力进去了。让我看到。他下去了，他在下面，他他回去回去了，他回去了，他回去了，他回去了。家里有了，家里有了。有，汪汪死了，缺一个，缺一个，缺一个，帮我补一下。一拳来没有了，我没有了，看谁要补一下。直接一被拳炸死死。了，对。杰瑞也死了，杰瑞也死了。二零来了，二零进家二里零哦。往家了。啊，扣一下。他落后面了，你我继续追他，你们绕一下。好，要有人上去，我们上面吗？巧克力哦，巧克力也来了。哎，多少赢了？5000了。对，五千。耶、yeah! 小雨，你可以按了，赶快。啊！了，关了，终于可以按了，可以按了，好爽耶！好难得赢哦，好难得。他怎么跑出来？怎么可以这样？难得他跑出来啦！真的啊？什么啊？怎么可以偷跑出来？跑出来！难得让我们玩一下，他是不是逃避一次会被主打，然后出来？让我们死一次啊！啊，一次，很难得哎。笑，好难得赢的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真的快乐，快乐。来这边可以看，他现在这个显示在这里了，不用怕被观众弄了。人，这什么东西？杀人术。哦哦哦！感谢一人帮我们杀一个人，谢谢你。你有杀死一个哈基啊？可以，三个哦。这是死亡术哦！我死一次，哈基30级，好猛！免洗兵，超我就是免洗呀，每次都是老师啊！哈基又来了，哈基又来了，一直洗，一直洗，没有人挖到河，这个比较难挖，因为家里是水，哎，那个家的那个入口的水就会干扰，对啊，会往外冲，嗯，就是他那个跑酷点，你不小心碰到那水就跑了，就歪了。到底宝石的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再来是补核心，补核心哦！我要小雨是小雨很猛啊，音乐专门补的，我在前面守线，守卫啊，可以啦。玉仓战士到底是谁？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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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没有丢什么事哦。哎，我炸你炸得很开心哎。对啊对啊，没有你的战术很好，因为领先了。对啊，就不用往前，就守就好了。对啊，那我每次这就是我上次说的啊，就是回归时其实还好，因为走过去你只要炸几下，我就得回来重走一次。你摔下去总共用了几颗啊？啊？你不是有摔下去用回归时吗？对啊，两三颗吧。两三颗，我有一次打下去，跟你对二打。我们还很期待，想说哦，捡装喽，回家。
没有，一定要有一个去守啊。但是我想好奇，那个请问伊恒，你绿宝石拿来干嘛？到底拿来干嘛？二七三，完全没有印象啊。不是你，什么时候拿来？我记得三颗。你领绿宝石要干嘛？哎，对啊，你比巧克力多、欸，为什么？对啊，可是他最后结束的时候显示那个什么团队灭超王是杰克跟巧克力、欸。二六三，那边好像怪怪的。对啊，哦、有可能是错啦，有可能错啦，毕竟。哦你应该领不到、这个，我相信你。我想奇怪，什么都领不到啊！所以他为什么领不到？你相信他领不到，是因为你自己领很多吗？不是，是因为他要领来干嘛？如果我要领来干嘛？我不是间谍模式。他如果领这些，然后没有做事，我现在就把他杀了。间谍模式。像我领这么多、啊。有啦，刚一群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，刚就给我，谢谢，感谢间谍，感谢绿宝石。我在那边附魔，他跑过来跟我抢经验，那我问他你今天要干嘛？他说附魔啊。笑，Excuse me， 你附魔杀了一个人。哎、欸，可以问一下吗？河豚跟锁指甲是怎么来的？哦、中间的那个密码。哦，嗯、就说中间密码，它其实只有。几个好东西啊，但其他都是废物哦，就趣味性、哦、趣味性存在，哦、但是中间几乎会有一颗的那个回归石，所以先抢一下，等于是有24块，嗯哦，然后那个水桶也是在中间的，嗯，了解。这张地图那个荧光石，你贴在上面会加速，而且是整队加速。哦、嗯、哦，跟效果是对，跟吸血鬼那个一样，哇，整队加速有那么猛、嗯？难怪我就想说那个到底哪来的？海豚的效果，就这个观众团队效果、嗯、哦，里面有只海豚吗？还是之类里面只海豚？我就想说，海豚为什么别给了？真的没有海豚吗？救他！救他！救他！现在没有了，里面有海豚吗？现在没有了，指令啊，指令！有指令，指令，指令海豚！这海豚也太大了，我还以为海豚呢，海豚好可爱哦，这只有个海豚在里面就不会是自己队伍了。原来是海豚，原来是这个、喔、啊！刚刚就想说奇怪，有时候有，有时候又没有，怎么弄？就在这边，我就一直在贴在这边游来游去，说来来，你们加速去打他们，去打他们。原来是河豚王，你快点游了，很搞笑，在那边游，太猛了，太猛了。啊，那我们现在观众场啊。观众场，话说他好像没有那个挖小核心的次数计算，没有、哦、小核破坏小核，对、啊哦、小核没有，没有没有，有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不少，对吧、啊？应该二三十个有以上，你看作者又含泪了啊好、啊，我弄，没有，我只是提一下，可以不用弄，可以不用弄，那可以拿对，已经这样说了，对方的搞挖自己家的、啊，他个人成绩有那个、啊、破核协助。哎、欸，不是、欸，那不是，那就是主要的核心，那是组合心的破坏次数。对，哎呀，不勉强了，多辛苦，多辛苦。这个关键好不好？关键不是小核，是中主要的核心。我跟哈基来回跑，然后结果没有积分。真的有一路，我来了，从底下。你们的死亡数就代表你们的厉害。是好，因为汪后来才用免洗兵。嗯。啊、好了，汪汪前期有免洗，后期又免洗、欸，他直接摸到我们组核心哎、欸，对啊，超猛的，吓死了，汪汪啊！就我们有一度发现我们家全部都不见了，然后就摸到核心去了。嗯，对啊，对啊，就、啊啊、最前面那一段时间，我想说汪汪第二波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一直没有免洗冲，就说我们真的需要谁可以，然后汪，然后就是你们好像全部都在前面，然后就是汪汪就全部摸过去，我全部拆完了。对啊，我是一直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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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看到。我还在敲骷髅，就被繁星打下去。可惜，可惜，很猛啊！观众朋友，来，那我要当一样当免洗，观众场免洗当上瘾了、啊，上瘾，上瘾，上瘾的。有没有跟我一起啊？两个人也比较爽。走啊！要走啊！跟我一起，剩巧克力在手，巧克力就哭啊！新盖跑酷啊！记得选队哦。新盖跑酷啊！在附魔。哦，先选。哦，对对对，要选队。先回去。我先回去。啊。这个人就走这里了。队哦。谁在？哦，这边。我在，我直接在上面了。啊 ，TP， 就这边就往上打就到了。然后我这边有抽奖哦，抽起来！哎呦，还有抽奖！如果记得追随哦，按错，记得追随哦！居然有抽奖！
这么难得赢还不抽一下？我还不去抽一下。对，他进来就红色，你有什么选？我被抽一下。对呢，还那我这么干嘛？还不去抽一下奖喽！我也来抽奖喽！难得获胜哦，真的难得获胜来抽奖哦！等我一下，我要去。现在抽吗？还是等一下？现在抽了，该抽了。等等，谁先？九。我有30分钟，我三十分钟，你慢慢来。15分钟，好好好，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我挂个台，等一下，我挂一下台。灯焰开一开，等我一下。啊，可是我没有钱。就 No Life 有那个抽奖，你们等我之后再抽吧。哇，你要改终点的位置吗？打什么？难得胜利来抽奖是不是？没有，就他这复制贴上了，左上角。你可以复制，他有个复制贴上。哦，对对，好厉害。这跑酷也太有难度了吧！好，很难很难。你们有要改终点位置吗？不用啊，不用啊，不用啊。上次有算好的。复制口令。OK， 复制一下这边，然后这个为什么会多一个石块？跑酷也太有难度了吧！很难很难。你们有要改终点位置吗？杰克，不用啊，不用。复制错了，对不起。好的。没关系，我复制到影院那边。刷起来，刷起来，刷起来！难得胜利，复制错台了。来，我就跟某人昨天一样。哎，杰克，某人的观众，尴尬，尴尬观众。然后杰克，哎，今天追随多一个，哎呦，追随多一个，来，我追随到你，天啊！原来你都没追随，没有，我把 Amigo 全部都追一波啦。又落了杰克，没关系啊，你看你现在又多了一个扣打，是不能盖吗？可以，这个月多一个，这个月多了一个，可以。哒啦，那我小雨的我要复制什么呢？我的没，小雨没抽吧？我今天没抽，手里面有，不能这里不能盖，我礼拜天再抽，没有，是我被我打掉了，没有事，那我要复制个棒哦，棒，怎么多一个盔甲架？哦，你要开东西了，达人达士。嗯，等一下，雨月跟杰克在抽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为什么雨月的真的很奇怪？为什么雨月的？雨月，我帮你加一。哦，又抓到一个。哎，没关系啊，这个月的扣单。这样看到杰瑞成功追随，这样才好，这样才好啊！不然你看，你上个月扣单超过的话，这个月补回来是不是？你们在讲啥？上个月爆表哦，对啊。如果上个月爆的话，还好这个月回来了，行。你们在讲啥？讲没有啦，那个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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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fe 不得，对，没事，你在看看，有人在敲核心，要重敲核心，要重敲。虽然我这边没有在抽奖，可是也是可以来帮我加一。追谁喽？还追谁喽？可是离我现在讲的台都可以去看看哦。哎，旁边有好多人想看到，等我追一下。哦，小雨还有个韩国人追小梦哦。对啊，好猛啊！这边也可以顺便帮我追随一下84661136啊。小，打起来！我这个月追随数不太够啊。我也是啊，太够啊，追起来啊！好，大家都追嘛，月初比较太够啊。那个哈基要吃土了。哎，没有没有，我已经一半了，我已经一半了，不怕不怕。哎，作者加入了，才四分之一而已。好爽哦！作者要加入了，作者要被霸凌了。哇，作者是作者。没错，作者又来啦！作者刚刚已经自己讲了，作者说：“汪汪汪汪，不好意思，小核心破坏榜弄不出来，因为计分板那边记录不支援麦块的问题。”哇，那就麦块麦块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真的不勉强，真的不勉强，我才不勉强，说得很委婉，作者好可怜，作者不勉强啊。我是真心不勉强啊！你们为什么要扭曲我的意思？是跳得上去吗？哪一个？这里啊，可以啊，我试过的、啊哦。有，这个是我试过的、啊。可以，应该是可以做啊。就是你把总挖那个方块数去减掉你挖，你不要这样，他们很辛苦。你去减掉那个珠宝的那个数字就好啦，就是小核心的、啊。是啊。我们就说关键还是主导的核心，关键主导核心。挖小核只是辅助。这个半流是。嗯？没有，我是谁？做造景。刚刚我们也很可惜，忘了那个守护者岛。嗯嗯，都看到你们了。对啊，而且放在一个不然如果左右放一个
你免洗过来其实真的还是很困扰、嗯欸、有人已经到了好快啊、哦、100想点右边啊点什么右边哎、欸、对吼、哦、那个、啊、等一下、那個、等一下要见告挖青金石会记录符咒师不知道多少钱32个绿宝石了哦，青金石砖不会记录、欸，弄不出来。欸、听到没，哈记？哦，作者讲了，作者讲了，不错。新搞挖青金石砖挖不出来，真假的？我被观众传送手变成蓝队了。搞不是跟哦，搞一样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那我说什么？嗯，因为金搞本身是不能挖的，它本身不能挖，它原本应该挖不掉它。哦、對對對對對嗯，等级不高、啊、正常情况下。哎、欸，那个名字哈，该改一改了吧？就像金镐不能挖钻石、嗯、哦，什么名字啊？对 ，pick 被挖会爆而已啊，对啊。然后我就转达很完美啊，听懂没有？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哦，你没有被传送啊？什么重生？没事，我刚。